开着我朋友这个哈弗大狗体验一下越野啊，开到我们家这个矿山子里边了，让你们看看路况。看，考验一下越野能力啊。这全是大山里啊，看呐，眼前的大山，看到了吗？全是大山里边啊，咱们看看越野路况怎么样。一会儿呢，咱们就往上上了啊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就往上上了。哎，看看越野路况啊。哈弗大狗，开启越野模式我就不照我了，照路啊。老铁们，开着我朋友的哈弗大狗已经越野到山上了。我们家这矿山让你们看风景，老盖了。到山顶了啊！哎呀，风景太好了，风景这边独好啊！大山上了啊，越野能力挺强啊，如履平地啊，啥事没有。看到没？矿山，谁都知道梁岩是矿山的。看到吗？到山上了。怎么样？哈弗大狗 2.0T 哮天犬版啊！这边是矿山，看到吗？看到没？这边是一撮硬山。我开上来的时候我就没拍视频，因为开车的话你拍视频不安全，咱们得安全驾驶。我开上来了之后给大家那个照一照那个拍一拍这个视频。大山顶，看到了吗？大山顶，其实还能往上，知道吗？其实还能往上，遇到路况哎呀，别人的车不敢使劲照，要有自己车直接干到山顶。再往上看，再往上等一等呗，都踩死草，咔咔。再往上等一等，好，接着干，越野能力不错啊。